金陵回收站爱的港湾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。老顾出了严重车祸，他过人行道时被一辆超速的小轿车撞飞了，整个人重重地摔砸在安全岛的水泥地上。顾宇赶到医院等了几个小时，老顾被直接推进了 ICU， 医生说他身上多处内脏破裂，腰椎压缩性骨折，有内出血现象，患者得继续观察，后面还得安排两次手术矫正清淤。夜里顾宇打电话跟顾妈详细汇报了老顾的情况，顾妈哼了一声，他要是真有个好歹，绝对不能让那两母女分走家产。顾宇默默地挂了电话，他并不关心老顾，也不关心老顾有多少家底可以分，他是受顾妈委托才过去瞅瞅的。老顾跟顾妈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，后来老顾借着房地产的东风发达起来，就领了初恋李梅回来闹离婚。那时顾宇才两岁多，顾妈发狠说他就算死也不离婚，让他们一辈子当见不得光的狗男女。没过多久，顾宇的奶奶摔伤了腿，顾妈毫无怨言地照顾婆婆，博得所有人的肯定和赞美。顾宇的奶奶放话说，这辈子她只认顾妈一个媳妇，只要她活着，外头的狐狸精就休想进顾家的门。老顾很少回家，生活费也只给到自己妈手里，孩子她也不管，家里都靠顾妈一人操持。顾宇记得自己读书时，经常因为拖欠学费被老师批评，被同学耻笑。顾妈让他自己去找老顾要学费，他徒步了7公里才走到他的新家，两条腿都打颤。那日，老顾跟李梅及他们的女儿在吃饭，他就一个人站在1米开外处，没人搭理他，甚至没有人招呼他喝一口水。那一日的耻辱和漠视，让顾宇深刻体会到老顾的绝情和看不到未来的绝望。传说中属于父亲的温暖，他从未感受过。顾宇问过顾妈，为什么不离婚？顾妈说，你爸只是一时被外头的女人迷惑了，为了你有个家，我不能离婚。顾宇求着顾妈离婚，顾妈说，等他成家再说，不能让他因为爹妈离婚被人非议，影响谈婚论嫁。后来顾宇结婚，顾妈却绝口不提离婚的事。顾宇问起时，顾妈说，人老了不可能跟儿女过，还是得有个老伴儿，都熬了这么多年，老顾玩腻了自然会回来的。顾宇才知道顾妈从来没想过离婚，她就是嘴上耍狠，说给别人听，也说给自己听。老顾将他作为妻子的尊严狠狠踩在脚下，他始终还盼着这个负心汉能回头，总是自我安慰，过几年他会收心的。可他没想到，老顾一浪就是20多年。过了2个多月，老顾总算能出院了，只是他腰部以下再也没有知觉，只能躺在床上和轮椅上消磨日子，而且他下半辈子还得挂着尿袋度过。李梅得知这个情况，当天就雇人将老顾送了回来。在婆婆的恳求下，顾妈让老顾进了家门。顾宇赶到时，正看到老顾老泪纵横，哭着说，出事了，他才知道老婆还是原配的好，外头的女人只是图他的钱。顾妈脸色铁青，大骂李梅缺德，也骂老顾恶有恶报。老顾哀哀地求他，回忆过去两人相识相恋的情景，他连连抽自己耳光，似乎脸上每一条皱纹都写满了悔恨。顾妈眼圈发红，却挺直着脊背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自发达后就不可一世的男人，终于在他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。顾宇知道，他等这个男人回头等了很久很久，他终于等到他亲口说他后悔了，他比外头的女人好。顾宇的奶奶一边安慰老顾，一边讨好地求顾妈，
这些年，他再混蛋，我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他已经这样了，我求你，千万不要赶他走。顾宇从老顾口中得知，他住院没多久，李梅就带着女儿卖了房子，还卷走了他大半身家跑路了。顾宇嘲讽道：你们俩不是真爱吗？怎么一出事儿，他就把你当垃圾扔了？老顾脸色涨红又发青，竟然一头撞向床头板，咚的一声闷响，吓了大家一跳。顾宇的奶奶扑上去拦住他，嚎啕大哭：都怪那个狐狸精坑了他，他已经遭到报应了，你别再逼他了。顾宇张了张嘴，到底没有再说什么。顾妈一边恨恨地咒骂老顾，一边忙着给他铺床垫，拿新被褥。过了一会儿，顾宇寻了一个空，将顾妈拉到一旁问他：妈，你就这样原谅他了？顾妈叹道：我要是不管他，他自个儿怕是活不下去了。顾宇不甘心地说：这也太便宜他和那对母女了，他在外头胡混半辈子，现在一出事儿就赖咱们头上。顾妈惊愕地瞥了他一眼：他终究是你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顾宇冷笑：在我需要爸爸时，在我被人欺负时，在我生病动手术时，他在哪里？他在搂着另一个女儿当心肝宝贝一样宠着，他没出过一分钱养我，没辅导过我一次作业，甚至没有给过我一个好脸色，就他不配当我爸。顾妈脸色讪讪：咱们总不能将他扔出去吧？那样他肯定得缠上你，你的日子还怎么过？顾宇每次回家都看到顾妈忙得团团转，他不但要照顾老顾的起居饮食，还得按时按点给他按摩，防止肌肉萎缩。顾宇的奶奶生怕顾妈照顾自己儿子不尽心，执意搬来跟他们一起住，说白了就是监视。顾妈还得连带着照顾老人，顾妈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免不了求助于顾宇。有时顾宇加班到深夜，刚躺下就接到顾妈打来的电话，他惊慌失措地说老顾哪哪又不舒服了，问他能不能过去送老顾上医院。每个周末顾妈都要求顾宇回家看老顾，说一家人齐齐整整吃顿饭，若是顾宇不愿意，他就会抹眼泪，怪顾宇没良心。以前顾妈有退休金，顾宇逢年过节给他红包，两人的日子过得还有盈余。可自从顾妈接管老顾后，就把所有退休金都倒贴给他，他不但得承担老顾两母子的生活开销，还得负担老顾的医药费，渐渐捉襟见肘。他总开口跟顾宇借钱周转，顾宇跟他吵过几次，每次都被他的眼泪逼得妥协。顾宇偶然发现，他本来攒下几十万想首付一套房子的，被顾妈隔三差五的搜刮，竟然去了小半。而老顾半辈子挣的钱都养了李梅两母女，在复诊和复健时，他屡次哭穷耍赖一毛不拔。正月十五是老顾60岁的生日，顾妈在酒店张罗了酒席，宴请亲朋好友为老顾庆生。席间大家觥筹交错，说着吉祥话，老顾发言时回顾前半生，握着顾妈的手说自己以前糊涂，如今才知道谁才是能跟他相伴一生的人。顾妈听了他这席话，刚才的神采飞扬变成泪水连连，随后又变成胜利者的扬眉吐气。顾宇不知道此刻顾妈的泪水里有多少心酸，他只觉得眼前这一幕恩爱秀得极其荒唐，那些锥心的伤害，那些痛哭到无法入眠的深夜，真的可以就这样抹去吗？顾妈频频朝顾宇眨眼，示意他给老顾敬酒。顾宇僵着身体不动，顾妈咬牙切齿地放狠话，说顾宇如果不给老顾留点面子，就当没他这个妈。
顾宇当场暴走，饶是顾妈做了这么多，老顾背着人时还是习惯性在顾妈面前颐指气使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顾宇看不下去，把他臭骂了一顿。老顾比他还凶，瞪着一双肿泡眼说，我现在这情况，就算你妈想起诉离婚，只要我不同意，她就离不了。再说了，你妈这辈子能离得开我吗？说最后那句话时，她脸上带着几分不屑，几分笃定，还有几分有恃无恐的洋洋得意。顾宇被她噎得心口疼，恨不能端起一杯水朝她那张油腻的老脸上泼去。这天顾宇逮着顾妈空下来时，强烈建议她离婚。顾妈叹息道，你奶奶以前待我好，我不能不念这份恩，那女人已经带着孩子跑了，我要是不管你爸，你奶奶肯定要把她送你家去，妈就算是为了你也不能不管她。顾宇气得反驳她，别什么都扯上我，以前你也说是为了我不离婚，现在你又说为了我才照顾他，我求你别为了我行吗？就痛快地跟他离婚不行吗？顾妈勃然变色，扭头瞪着他，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他纵有千错万错也是你亲爸，我是恨他，但他已经这样了，连我都能原谅他，你为什么还要记恨他？你总让我离婚，离婚有什么好？亲戚朋友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我。离婚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，难道让我老了去你家看女婿的脸色讨饭吃？顾宇这才知道，顾妈死活不肯离婚是害怕失去离婚后被人非议，害怕一个人孤独终老。他也才终于明白，老顾在出事后厚颜无耻地回头找顾妈，是因为他笃定顾妈不敢离婚，笃定顾妈不会不管他，是顾妈的烂泥扶不上墙，给了他这样作威作福的底气。过去顾妈靠着放狠话维护着他的自尊，用孩子作为遮羞布遮掩他不甘不愿离婚的羞愧，如今他又打着为了女儿的幌子，不但接纳不忠的丈夫，还软硬兼施，逼迫女儿负担起老顾的一切开销，逼女儿忍着恶心跟这个男人上演父女情深，只为了成全他渴求家庭美满的缺憾。顾宇冷声说，妈，你不需要看女婿的脸色讨饭吃，我跟他半个月前就离婚了。顾妈大惊失色，你们怎么离了？顾宇盯着他缓声说，因为他在外头有人了，我本来想忍的，但看到你后我不想忍了，守着这样的男人，嘴里嚼着苍蝇过日子，忍一辈子又怎样？他风光时心里没我，说不定将来落魄潦倒时就回来祸害我，还得祸害我的孩子。顾妈被噎得脸色发青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顾宇跟顾妈说，他已经接受了公司的安排，要去北京分公司历练半年。他是离婚了，但他有手有脚，能养活自己，离婚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顾妈又是一惊，你走了，你爸怎么办？顾宇冷漠地说，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，毕竟我长这么大，他也从来没有为我考虑过什么。顾宇离开后，顾妈还是三天两头找他诉苦求助，顾宇狠心拒绝了他。你之前不是说原谅他是你的事，我没有权利干涉吗？不原谅他也是我的事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他。顾妈还想拿孝道压迫，顾宇冷冷地说，父慈才会子孝，他要是真没着落了，我出钱送他去养老院，但要让我养他，不可能。顾妈厉声呵斥他大逆不道，顾宇闭了闭眼说，
妈，你去他原来的房子看看吧，房子根本没卖，李梅两母女还住在那里，人有钱有房，过得贼滋润。老头一出事，怕拖累他心爱的女人和闺女，赶紧麻溜地将所有财产都给了李梅母女，只有顾妈傻傻地将这个臭不要脸的男人捡回家，当祖宗一样供养着，卑躬屈膝地伺候着他，盼望着能白头偕老。要不是顾宇偶然遇见李梅两母女逛商场，跟踪了他们，他还不知道一个男人能无耻到这种程度。他对李梅有多情深，对顾妈就有多绝情。顾妈哑了声，两人之间只剩下难堪的沉默。半年后，顾宇从北京回来，顾妈的鬓边已经有了霜白，腰背也有些佝偻，整个人就像被抽去了精神气。顾宇知道，这是因为他赖以生存的自欺欺人失去了效用。面对残酷的事实，他再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坚持下去。半年里，也不知道他的心死了多少回。顾妈看到顾宇时，第一反应是哆嗦着嘴唇说，他想离婚。顾宇也不墨迹，直接请了律师起诉离婚，追讨被老顾和李梅吞掉的婚内财产，还要追诉老顾和李梅重婚罪。老顾惊呆了，没想到顾宇竟然这么狠，更没想到一辈子忍气吞声的顾妈竟然会这样对他。顾宇的奶奶更是怒火中烧，嘴里吐露着市井脏话，大骂顾妈忘恩负义，说当初他如何待顾妈好，顾妈却这样害他的儿子。顾妈脸色苍白，两手哆嗦不停，顾宇并不拦着，他就是要让顾妈看看奶奶对待顾妈是有条件的，一旦儿媳和儿子有冲突，儿媳就成了外人，只有让她彻底死心，她才不会再对这个男人，对这个早就名存实亡的家有期盼。老顾跟李梅的事铁板钉钉，他跟顾妈之前分居20年，这些都是对顾妈极其有利的证据。即便老顾如今行动不便，顾妈还是顺利离了婚，也分得了他应得的财产。顾宇恨过老顾的狠绝，也怨过顾妈的圣母，但他做不到不管顾妈，才一直忍着老顾。只是他总归意难平，才主动接受了公司安排去了外地。他要让顾妈尝试一下，是不是真能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照顾老顾的责任。少了他的帮衬和支援，顾妈一个人自然应接不暇，世人就会期望付出能有回报，就会有委屈有怨。在得知真相时，顾妈隐忍几十年的怨和恨都爆发了，她这才狠下心离婚，才将前半生的羁绊通通扔开。老顾如此耍弄顾妈，是因为他吃定了顾妈，而顾妈敢这样一意孤行，也是吃定了顾宇不会真的不管他。顾宇的忍让和包容给了顾妈一而再再而三逼迫他的底气。无论是老顾对顾妈还是顾妈对他，都是恃宠生骄。老顾回来后，他和顾妈的憋屈都是自找的，自己都不在乎委屈，别人又怎么会在乎他委屈？自己都不爱惜自己，别人又怎么会爱惜？往后余生，他要时时警醒，再也不当这样的傻子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